从田野考古到实验室考古，是这座大墓考古发掘的最大亮点。低压氧舱设备这次也是在全世界考古中首次应用于保护文物。墓葬中的文物通常极为脆弱，出土后不久就可能因为氧化或光线照射而快速变质，出现无法修复的损坏。现场没办法马上完成发掘，考古人员就把墓志棺椁和周边回填土体一起套箱提取，通过异地迁移到实验室内进行发掘、清理和研究，最大限度保存并还原墓葬的原始状态信息。通过细致的工作，这座大墓成为中国迄今发现保存最好、结构最完整、功能布局最清晰的西汉列侯墓园。考古人员在竹椁市东市发现了一枚大刘记印，在内外观之间发现五枚墨书金饼，上有南方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铸黄金一斤字样，并在内棺墓主人腰部位置发现了一块龙纹射形玉佩，以及一枚刘贺玉印。五年慢慢考古，几番抽丝剥茧，传奇墓主的身份就要水落石出。考古人员在这四件器物中，究竟是凭借哪一件来确定的墓主身份呢？其实在这个古代的君子啊，和有身份的人都上佩玉嘛，对吧？他身上带很多，走起路来叮叮咚咚响。但是这个射形佩跟普通的玉佩又不一样，对，因为他只有皇族的身份才能够佩戴。墨书金饼上其实后面也有字儿，对，他也说到了南方海昏侯，对，有人猜测这个可能是进贡的呀，或者是海昏侯向皇帝上贡的也有可能。还有那两方印，一方是龟扭的，一方呢是由凤鸟形状的扭的。龟扭印啊，也不是一般人能用的。对，哎，帝王用虎扭，诸侯王啊，他用龟扭。其实今天的这一方私印刘贺玉印，就证明了这个墓的主人。对，那是最有力的证据。是的，因为是一枚私印，所以才能够证明这个墓主人的身份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很笃定了。我们先验证吧。验证吧，好吧。二话不说。真的是有印哎！我们来看一看，刘贺玉印。刘贺，所以今天我们找到了最准确的答案，墓的主人就是海昏侯刘贺。恭喜各位成功完成抗疫任你们完成了探秘任务，我们也了解了这座墓葬的真正面貌。怎么样，这一路下来是不是特别过瘾？太过瘾了，真的是让我打开了对考古的另一扇大门。原来就是总是站在外面，这一次有这样的机会走进它，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当小龙拿出那方私印的时候啊，我真的觉得在时光机没有发明之前，文物和考古可能是我们穿越历史最好的东西吧。小龙，通过这次体验，你觉得考古工作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工作。他们即使通过他们自己的这种经验推理出来，差不多应该是这样，甚至于说就是这样，但是他不到最后那一刻，完全能够验证的时候，他都不会发布结果。确实，考古进行的是对历史的探求，所以严谨的工作态度至关重要。我们在很多考古工作者的身上都看到了这种态度，今天在你们三个身上我们也感受到了。好，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精彩的表现，谢谢，请台下就坐。刚才随着你们探秘的步伐，我们重温了海昏侯墓从发现到抢救性发掘的过程。我们的杨军老师，他就是海昏侯墓当年的考古领队。怎么样，小龙，有什么问题想和杨老师交流的呢？
我想问杨老师，就是在你们2011年到2016年这个过程，有人推理到这个墓主人是谁了吗？就从我们的考古学的发掘上面，就有许许多多证据链组合在一起，就把墓主的身份指向了第一代海昏侯刘贺。但是呢，我们是希望能够拿到墓主的直接的身份证据，一直是盼望着能够发现他的那枚印章。这印章是什么？就是古人的身份证啊。就是看到了那一枚印之后，整个我们考古队都是非常兴奋的，终于真相大白了。海昏侯刘贺的死亡年纪就公元前59年，文献是记得非常清楚的。如果这个墓葬能够确定一定是刘贺的墓葬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墓葬就是公元前59年下葬的，这个意义就非常重大了。这样一个墓葬里面所有出土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西汉中晚期，大部分是武昭宣时候的东西，而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汉武帝时代的东西。我们所以通过这个墓就可以看到当时汉武帝时期国力的强盛。这一切都是考古带给我们的一种新的认知。对。